他是杭州名气最大、实力最强的黑社会老大，带着小弟围堵央企，张嘴就是千万保护费，背后二十九把权力滔天的保护伞为其保驾护航。四年敛财四十个亿，一顿饭就能吃掉四十万。这个黑老大都干了什么？最后面临怎样的结局呢？二零一八年。 国家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浙江省公安厅收到了许多举报信。在这些举报信中，余关荣这个名字多次出现，引起了浙江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同年二月，公安厅成立专案组，立刻彻查，用了八个月时间将所有证据收集到手，展开大规模抓捕。余关荣及其团伙是抓捕重点对象。截止到十月初，公安机关已经抓捕相关人员一百六十一人。 这些人员所涉及的违法案件数量之多，达到惊人的一百六十三起。通过境外赌博、强行包揽工程等违法活动，敛财四十多亿，这个数字相当之大。能在不惊动上级的情况下犯下如此大错，余关荣背后定有保护伞。在精密的调查下，余关荣背后的二十九把保护伞逐渐浮出水面。这些人中有公安局局长、派出所所长、刑侦大队长。 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等等，这些人，但拎出来一个都是权力滔天的领导，受人尊敬的警察，能将这么多警察变为自己人，余冠荣究竟有多大本领？其实余冠荣的出身很低。一九七六年，余冠荣出生于杭州滨江区的一个村庄里。可能是因为父母忙于农活，缺少了对儿子的管教，从小余冠荣就是一个有点反社会人格的小霸王。上学的时候，余冠荣就是老师和同学最厌恶的那种孩子，打架。 逃学顶撞老师，小学的时候就能干出来调戏同班的女同学的事情。到了初中，余关荣更加叛逆，和几个臭名昭著的混混玩在一起，最终因打架被学校劝退在家。这正合了余关荣的意。对于他来说，上学还不如混社会来得快活。这么一来，倒是苦了周围的邻居。余关荣辍学后，今天偷人家一双鞋，明天抓人家一只鸡，天天不干好事。只要有人骂他。 他就将自己的混混兄弟叫来破坏人家的院子，久而久之就没人敢惹于关荣了。一九九七年，于关荣已经是一个二十一岁的成年人了。一天，他走在街上，看到一个身姿曼妙的女子，顿时贼心大起，将女子堵在小巷子里，一把抱住了她。女子受到惊吓，高声呼喊，直到有人闻声赶来，于关荣才停下动作逃走了。女子选择立刻报警，没过几个小时，于关荣就被警察抓住，随后锒铛入狱。 杭州黑社会老大四年狂收四十亿，一顿饭花费四十万，背后有二十九把保护伞护着。这位黑老大嚣张至极，能明目张胆带着小弟围堵知名央企。他为什么有这么多高手护航？这些人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余关荣因流氓罪入狱后，并没有积极悔过，他认为这次入狱是老天给自己的机会。 于是，余光荣在监狱内认了许多作恶多端的罪犯当大哥，从中吸取经验，摩拳擦掌，打算出狱后大干一场。两千年，余光荣刑满出狱，手头一分钱也没有。他想要找工作赚点零花钱，但小贩们得知他就是几年前那个小混混时，都委婉拒绝了。余光荣也知道自己很难找工作，就算是找到了，也不一定能干下去。思来想去，他决定召集兄弟，集思广益。 和几个小混混在一起想了半天，发现好像只有抢劫收保护费这种行为来钱快。于是余冠荣各处寻找人才，扩大自己的小团体。等人齐了就前去收保护费，人没齐的这段时间，余冠荣完全靠着抢劫度日。在收了一段时间保护费后，余冠荣在当地小贩圈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恶人，臭名昭著的他竟然因此得到了人生转变的机会。二零零三年，余冠荣所在地有一大批老旧小区要拆迁改造。 大部分居民都选择支持，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搬离。专门负责此事的街道干部赵荣良为此操碎了心，上面不断施加压力，下面还有好几家雷打不动的钉子户，工作开展十分困难。被逼急了的赵荣良没了耐心，索性找到于关荣谈起了合作，不管于关荣动用什么手段。 只要是能将这几个钉子户劝服，赵荣良就可以给他一大笔好处费。于关荣乐意至极，本就是一个小混混，干起这种事情相当有经验。仅仅一个多星期，原本不愿意拆迁的钉子户全都同意拆迁。不用多说，这些人无一例外受到了于关荣的恐吓。拆迁工作顺利进行，于关荣成了赵荣良的好帮手。赵荣良也没有食言，给了于关荣近百万的好处费，两人就此达成合作。 以后赵荣良的事就是于关荣的事，赵荣良成了于关荣的第一把保护伞，在他的庇护下，于关荣干什么都很顺利，小团体也日益扩大，开始承揽土石方工程。当地人都知道，于关荣承揽工程不仅要动土，还会动刀，这是为何？黑老大恶事做尽，四年时间揽才四十亿，吃个饭都要花费数十万，在二十九位保护伞的权力下。 他敢带着小弟围堵央企讨要天价保护费，见人不爽挥刀就砍。作恶多端的他为何能如此嚣张？于关荣将横行霸道贯彻到底，只要想承包工程，就一定要在其手中购买高额建材。如果有人不买，于关荣就带头堵在施工地，不许人开工。这些老板诉苦无门，报警后还被领导阴阳怪气，只能作罢。几年来，于关荣和赵荣良两人臭味相投，相互宴请对方百次。 每顿饭都要最高规格，去最豪华的地方点最贵的菜，每次少则花个十几万，多则几十万，甚至有一次花费了四十万元，生活相当奢靡。二零一二年七月，一个承包工程的老板陈祥生被几名拿刀男子摁在地上，对着陈祥生就砍了下去。究其原因。 竟然是因为陈祥生没有同意余冠荣关于彩虹快速路项目的价格要求，报复了陈祥生后，升职为城建总指挥的赵荣良不断向城建方中铁隧道集团施压，两人一唱一和，成功从中铁隧道那里要到了一千一百万元的保护费，连央企都敢下手。砍伤陈祥生的事情也因为保护伞的照顾，最后被取保候审，受害者陈祥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咽，无门可告的他退出了土石方市场。 而此时的余冠荣也意识到自己这样迟早会翻车，比起武斗、文斗来，钱快、风险小。于是他将手伸向了投标领域。二零一四年起，余冠荣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拿下工程项目，再将工程分包给老板们。这一转手，一个项目能拿千万中介费。短短四年，余冠荣介入的招投标项目就有近四十个，四十亿的涉案金额高的吓人，当地的风气被严重破坏。直到二零一八年。 于光荣终究还是败在了正义面前。经过一年的案件审理，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两个法院对于关荣为主的黑社会团伙进行一审宣判。于光荣被判处无期徒刑，个人财产全部没收；其他涉黑成员按照犯罪性质的轻重，被判处了二十五年到一年多的有期徒刑。当天下午，九家人民法院对于光荣案件所牵扯到的二十九把保护伞进行一审判决。杭州市公安局院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书记。 局长等人因纵容黑社会性质罪、徇私枉法罪、受贿罪等罪名，被判处十四年到两年的有期徒刑。至此，案件终于告一段落。